来摸根宝咖啡。奇怪啊！啊，几个？压力。你姐姐。冬姐姐。冬姐，先下班了。好，等我呢。我叫那小今天这一餐有点费酒，大家我是三哥，今日三菜一汤，买买来我拜。第一道裙带菜冬瓜汤，裙带菜泡开煮冬瓜汤呢，我喜欢带皮啊，加量。老妈说夏天多吃冬瓜。德国稍微熬半点钟，德国不好，冬瓜落，冬瓜食后裙带菜就落。裙带菜太大就把它剪小一点啊，煮五分钟就可以了，不要煮太久。落点呢盐调味，加点呢胡椒粉，吹汤，加天气来吃全够辣个。哎，到橄榄伞全磨好，这老妈这里腌的老橄榄伞，把橄榄伞剁碎。潮汕的橄榄伞里面有很多的南姜，还有一点小米辣，然后加上橄榄本身的辛辣味，配上鳗鱼，这个鳗鱼吃起来不腥又非常的香啊，大家喜欢可以试一下。剥脆煮好，慎用碱笔，解只个个，解当你捧袋哦。橄榄伞糊落，加点啲盐，橄榄伞啊咸埋盐埋个在，全部我哋喜欢要咸啲，有味精落落点咪味精，再落一点啲生红，多两个辣椒，磨好解辣个，辣啲走走，辣走后解拌啲薄丁哦。橄榄伞糊热，全部我来拌嘅。水开下锅蒸十分钟。三哥每天都在用心分享家常菜，大家有刷到视频记得点点赞。去。哇，藤汁解倒落来，一点点红嘴，再来一点八味油，因为个南妈磨好定了起了哈。下一道港味海青，这点虾50块，尖尖的剪掉，不要扎嘴巴，再从背后给它来一刀，捏着哈，麦克也多，回背哈，那个白块还算对掉。配料也把它切小，薏米、奶糕、港蛋，再做一个野餐。所以不得过水加糯蟹盐有点点对味，然后一比斤落内胶紫色紫砂丝红针哈，解料起来，可能做爱炸做菜，解拍点点生红薄薄哈，要五五声，可能做落，咪全部再倒下，倒落个接落个，落后点轻就解淋落个，睇个颜色，要写只复杂个过，嘿，阿个拍点点生红，再落蛋，简直系比我超我灯。啊，炸了虾的油就基本就废了啊！炸食后该撩起来，火开了没？复炸个，一只也准熟脆，复炸30秒就可以了。鱿鱼也过一下油，下去10秒，好了，要玩个鸡窝包啊！重新起锅烧油，加一点花椒、蒜头姜，炒出香味啊！然后来个火锅底料，再来一勺豆瓣酱，小火炒，莫该糊了，青红椒下，洋葱。配料的茶汤，油火的海螺，土豆、玉米，全部一起下。哇，辣眼睛！搞社会调皮，来点孜然粉，再来点香油、白糖，来几颗，调和一下。长等了，折磨撒一撒。哇，出锅嘞！他点呢温水好了。最后一道茶薄壳，生抽、爆香、红香、牛舌根哈，有牛舌根的牛舌根，金箔粉，薄壳了。加点呢河露，点呢生姜盐加糖，茶渣落去要开水哈。这刚蒙起我做菜，水哥直播，不要结婚，啥麻子，全部都是硬菜。喜欢这些家常菜，记得分享给你的家人，点点赞，拜拜，下周见。没看，会胖，会胖啊。辣椒嘛，辣。